黄伟勋 ，five。黄伟勋，黄伟勋不在场，本案暂不予处理。请蔡文锦荣 ，five。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案委员蔡锦荣等十一人为推动我国观光产业发展，落实马总统300亿元观光产业发展基金之政见，提升台湾东部地区油气品质，同时串联花莲市与那国町人文观光休闲资源。本席本提案要求交通部积极推动花莲市与那国町观光生活圈计划，加速建设与繁荣东部地区，平衡城乡发展，强化国际区域之交流与观光，并协助改善海空航运设施，为地方带来庞大商机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蔡锦荣等十二。